反手握拍的不同场合，反手杀球，反手后场，反手平抽，反手封网，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神。你看一下这些坏毛病像不像，如果几号像你的话，你们打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一号，二号，三号，四号，五号，再来一遍哦！广义让广大的球友受益。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，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。